你好，我是侯，我们再一次的回来到了恐怖游戏啦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玩的这个鬼游戏呢，就是很多人，蛮多朋友介绍我玩的啦。这款游戏就是 The Name 鬼修女。哎呦，我们有太久的时间没有来玩啦，这个游戏。太久没有碰啦，哎呀，我们这一次呢就回来玩这个鬼游戏啦。那话不多说，进去。OK， 蛮不错的房间。我听讲好像要开这个，然后再进去，然后等他过来吗？声音很近哦，看到吗？看到他吗？看，嘞，哎，我在那边，我在那边，他跑过来了，他关上了，你看他跑过去了。哇，看到我了，哈哈哈哈，很大声哦，他的声音，我不知道可以录啊，很靠近哦，他的声音。啊，开门了。哇，他听到很多声音，都是我弄出来的。快点，都开掉哈。然后，进来一朵。很靠近啊，哈哈哈哈。蛮多实况组都已经拍了这款游戏啊，然后我现在还拍，声音很近，这心跳声，它很近哦，它一直有心跳声。在楼下是吧？我奇怪，你哈哈，我傻呀，你有蛮多东西可以开的，他跟那个闺女有的比啊。他应该会走上来吧，那声音将近。哦，看到他了，哈哈哈哈，哎，我想的，哈哈哈哈。看到那边哦，看到吗？啊，看到吗？啊！哇，还哼歌哦！快点走下去啦！他还在附近。没有，没有。应该是走下去之类的啦。还讲什么话？
你攻麦村啊，大佬！还念经是吗？应该是走下去了。我丢东西下去了。哼哥，我老诶！应该是走下去了吧？还在下面呢，所以我可以收东西了。一样哥，吓死人了！你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哎，what's up, Dad？这个是什么？要有一个口吧？什么口吧耶？哦，我看到有一个东西在后面，我先把它弄走先。妈的！他瞬间就来了我那边。鸡蛋糕，先开掉先，应该会看到我啊，大多数都会看到我。这边开掉哈，我在那边开掉哈。我看到有一个东西在那个罐头后面呢。你躲在那边先。啊，这个。这个有什么用处我都不知道，丢，在楼下吧，他应该会上来，还有哼哥啊，好的上来了。多，妈的，紧张啊！你知道紧张吗？应该不在附近了吧？我看出这两个门，然后好去找一些，开不到。觉得他在附近诶，他自己弄的东西。他应该是上来了。到底在哪里呀、
我一定要把它引上来。啊，走开！我一定要把它引上来。我什么都没有找到啊！我也找过东西啊，有什么东西之类的吧？我拿着这本书做什么？报告哈。那边又有一本书。应该不在附近。我总觉得好像有不祥的预感呢。我在这边，楼上吧，应该。我先看有什么东西先。我看到好了。诶、欸、，Hey, what's up, Doc？ 他应该是不知道我在那边。诶、欸，这什么啊你？看不到我啊！哎，它后面有一个亮亮的东西呢，看不到我啊！嘿，我看不到。哎呀，它看不到我，开门，关门。喂，这边啦、啊，哎，你看那脸，很喘啦、啊。哇，他的啊！哇的嘿，他哪里可以这样子的？没有逻辑。哇，他整个脸贴过来，他就看到我了。真的耶！哎呦，为什么？进去，管他！我要继续找我的线索，不很难玩啊这个游戏。先去找线索，没有东西呀、啊。总觉得还在附近哦，我把它引上来讲班。哎。
我弄一点东西啊。没有啊，还没有过来呀、啊。应该会走过来呀、啊。那卡机油是吧？什么没有的？嗯，还来呀、啊？这样子都会输？哇，我真的很难理解呀、啊！我的发，最后一天了，不要玩了，哈哈哈，last one day，哦，这场实话就哦结束了，哈哈哈。嗯，他进去那个门了。哎，你几时可以这样子看到我的？有啊，想打。哎，怎么你给拔进来的？我就玩到这里了，好了，今天影片就到这啊！如果你喜欢的话，点个赞、分享、订阅，还有订阅我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人，你就在下方订阅或者后面。如果还已经订阅的人，你就不要忘记按那个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新的影片了。这样，我是 Hog，我今天就玩到这里了，哇，玩到我一身汗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啊，我下期见，拜拜。